菜。Hello。晚安，大家。嗨，晚安，秘书。Hello， 后影。Hello， 吐司吐司。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Hello， 天使舅舅。Hello， 天使爸爸。Hello， 这位哥。Hello， 今天好准时。我平常也都很准时啊，偶尔才知道。Hello， 妮妮，好累。对，这几天好累哦。明天早上也要拍戏。好久不见，船长。Hello， 玉安。后影不是大胸膛了，还不赶快补上。Hello， 灰仔。Hello， 林岩。Hello， 阿舍。今天没有拍，但今天好累，最近身体状态不好。对啊。Hello， 默默。Hello， 林岩。Hello， Martin。Hello， Min。Hello， 小强。谢谢灰仔的掌声鼓励。谢谢灰仔的掌声鼓励。谢谢 Ricky。Hello Elder， Hello 小巧。我的梦。Hello 白晴。没过几分钟就会打哈欠，也不会吧？打哈欠要看有没有 feel， 不是真的很想睡觉就会打哈欠。对。Hello Eden， 对，最近比较累。对啊，最近比较累一点。Hello 英开。Hello 卡丘，今天定调为那个慵懒直播的一天。Hello， 哎，我有买饮料，我今天喝那个可可芭蕾。我之前看那个文章，有人介绍说。觉得五十兰的可可芭蕾很好喝，嗯，我一直都没有试过，然后我想说，嗨嗨，叫茉莉，然后我想说今天这么冷，来喝喝看可可芭蕾，结果马上就变冰的了，因为太冷了，对啊，五十兰没有绿茶冻啊，五十兰连仙草冻都没有，你知道？我以前超级爱喝五十兰的仙草冻奶茶，后来它就没有。嗯，好喝吗？其实还蛮好喝的，我觉得它的可可味还蛮浓的。说实话，就是它的可可是，不会让你喝不下去。谢谢一生卷真情告白。哦，谢谢后影续费三个月，谢谢后影续费三个月。Hello Gek，Hello 英开，对它的可可不会让你，有些可可真的很甜腻，就是我喝微糖哎，我觉得不会很甜，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有些可可真的是我喝一口就不会再想喝，因为真的太甜了，对，但是我觉得它的还 OK， 还蛮好喝的。只是我有点后悔加混珠，因为咬得好辛苦，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珍珠类的。对，谢谢 Hoin 的真情告白，谢谢 CJ 的星象什么？哦，星座浪宝，我明天一定会记得先买饮料。Hello 樱桃猫 ，Hello 飞侠 ，Hello 富伟哥 ，Hello 思源。Hello 盛汉，晚安，晚安亚当。Hello Every Chain， 钱可以先买饮料吗？可以啊，我去之前先买饮料就可以啊，怎么不行呢？只是我会很快冷掉而已，带个保温杯装起来。那么早买到饮料 ，Seven 的饮料也可以啊。
红茶拿铁 ，Seven 的红茶拿铁还蛮好喝的，应该可以买个热的红茶拿铁。对，不然来喝个咖啡好了，要不要？那个就是学装大人一下。可是我通常每次有点咖啡，我每次都喝不完，就很浪费啊。因为虽然我是喝咖啡的人，可是美强生纯瑞三人生黄金宝库。虽然我是喝咖啡的人，可是我就是因为我喝饮料本来就很慢，然后咖啡我又喝不多。对，对，我是喝咖啡，好不好？我喝焦糖玛奇朵。我唯一会喝的咖啡就是焦糖玛奇朵。Hello 安 ，Hello 夜幕垂下。我的咖啡普通是普通啊，可是对我就喜欢焦糖玛奇朵。对，有一阵子很常喝咖啡啦，就是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因为就是每天都有一杯免费的饮料可以喝啊，然后就会。因为其他你都知道，就粉加牛奶而已，就是什么抹茶拿铁，不就抹茶粉加牛奶？我你最后就会选择喝咖啡，就是焦糖玛奇朵，自己泡焦糖玛奇朵来喝，对自己萃那个咖啡，而且因为自己做嘛，我都会多加个一 shot， 就是本来可能是两 shot 的那个 espresso， 然后我会再多加一 shot 的 espresso， 变成三下 espresso。然后咖啡味就会比较浓一点，对。然后那个牛奶的那个多少比例也会自己调控。Hello Mohan， 就会自己帮自己做特调饮料，所以就还蛮好的。但后来就很少喝了，自己会帮自己拉花吗？看心情，如果那天很闲的话，可能就会啊；如果那天很忙的话，就随便用一用，赶快去上班。对。Hello 益生菌。但咖啡店通常晚班的时候都比较闲，因为像我那时候大学生嘛，我平日都会上晚班，那晚班其实很闲，因为晚班就你知道，晚班就比较少人来喝咖啡啊。对，对啊，星期四有浪梦成真哦，年菜主题，会帮同事煮咖啡吗？通常同事每个人都会想要自己煮吧，就跟我想要自己。就是自己调配自己的那个比例，对啊，这通常都会自己想自己调。当时一杯大概卖多少？100多块啊，110、120。咖啡都是这个价，对，110、120。我会拉什么？我会拉双爱心，对。之前有一阵子技术更好的时候，可以碰巧看看可不可以有很多个爱心。还有叶子啊，叶子很简单，但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拉花，我已经不知道我记不记得了。Hello 阿轩，嗯，星期四，哎，对啊，星期四我直播两次，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改一下时间？因为本来就是还很不确定那个拍戏的时间，拍戏的时间是这几天才确定的。对，那我是不是应该改一下时间啊？要不然大家一天看我两次，哎，会疯掉，哎！谢谢吉米州的小玉儿刷起来。可是是早上三点，不是早上三点，下午三点。谢谢吉米州的 Popcat， 是可以省一次化妆，但我怕你们会很腻。我想一下，早上，哎，是早上三，不是早上，为什么我要一直讲早上？哎呦，是下午三点的人。来 check 对啊，下午三点。寂寞放任了我的话你都哎，看直播有机会抽中年菜单品哦。哦哟，王品集团的年菜单品，这集不能错过了吧。Hello Oco， 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如果你不累，其实什么？其实不用改，好像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累。三点到九点，还有六个小时，应该其实很足够休息吧。番茄牛排锅，他写番茄牛排锅啊。番茄锅无法接受，是番茄牛排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 ，Oco，Hello， 信伟，
我玩妆开播，哪有啊？我之前都是玩妆开直播啊。我之前蛮多天玩妆开直播的。Hello 小马，谢谢新伟的星座浪宝，谢谢深恒的人气星星。Hello Sam， 番茄锅很赞，番茄锅我没有特别吃过那种很浓的番茄，但我是喜欢吃番茄的，对，因为番茄很养颜美容啊。可以帮我换成牛排吗？好像说的会做番茄牛排锅，番茄牛排锅，我也不知道，我也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但想到可以吃年菜就很开心。谢谢福福妈的小玉儿刷起来，爆炸！要冲吗？你想要吃番茄牛排锅吗？Hello， 开心 ！Hello， 谢谢 Oco 的掌声鼓励，还有我们的迎春小卡片啊！谢谢 Ricky 的小玉儿刷起来，爆炸！迎春小卡片，就有点像包红包的感觉，是没有钱的红包。迎春小卡片 ，Hello 浩哥。这礼拜六我的公演吗？这礼拜六有 Daisy 跟 Sakura 的公演，但是我们不会出席。对啊，因为我在拍戏，所以我不会出席这礼拜的，我不会出席一月的公演，大家只能一月二十二、二十三跟我见面啦。所以还不赶快那个，还没买，没办法来现场，还不赶快买线上票。Hello， 刘英鲁夫。还有那个握手券截止日期到一月十二号，米娜桑、哈雅可，三周年，拍完戏坐在台下看公演。如果我很早拍完的话，不行好不好？我不是，等下不是票已经结束了吗？票还在卖吗？有够慢，寄出了，希望你赶快抽到。哦，对，希望疫情撑住，最近疫情很可怕，而且因为我们拍戏地点刚好是在桃园。对，就，可是我们拍戏的地方离那个桃园机场那边其实是有一比较后面的，我们拍戏的地方其实不在桃园机场那边，因为我们是在那个龙潭那边比较后面一点。我那时候看地图，对 ，Hello 剑，谢谢剑追踪我 ，Hello 风亮 ，Hello 澳门补我，对，所以就反正就。大家要小心一点。Hello， 大佬 King， 对，希望疫情不要再往上跑。对，其实我念过了一次就一辈子。Hello， 坤坤，桃园的郊区吗？就是也不是郊区吧，我也不知道哎，因为对啊，龙潭，反正龙潭跟桃就是桃园超大的，桃园比想象中的大。哦，真的，学校在平镇，真假？其实我跟桃园真的不太熟，就是我平常会去桃园的地方只有桃园机场，我是因为就是拍戏才有机会去到龙潭那边，对，然后我才看了地图，因为我要查怎么去，然后我才看了地图，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桃园这么大哦。Hello， 伊恩，平镇下去就是龙潭，哦，爆炸太恐怖，没有，大家小心，大家。注意好防疫啊！现在 ，Hello Iron， 但我们都打疫苗啦，对不对？平常都是当天龙人，就是也没有什么能力啊，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只会坐捷运、跟坐客运、跟坐公车，所以我没有能力啊，就是没有其他能力，对对对，只能活在有大众运输的地方。新一区大小姐，我不是新一区的大小姐，对，还没那么大咖，对啊，打疫苗就是至少有个保险啦，但是还是可能会突破性感染，对，谢谢 Eden， 陈爸爸 ，Barbara， 哎 ，Barbara 也没办法到很远，好不好 ？Barbara 也是在台北而已 ，Hello 小薰，就一辈子。没有否认是大小姐，我不是大小姐啊，我又不是这个家最大，我是二小姐。哎，好像不能这样说哈。对，好像按每个家的第一个就可以叫大小姐，是吗？我其实不知道哎，现在哪有人还会称呼大小姐？爸爸对桃园可能也不熟。对啊，爸爸对桃园不熟。之后你有 Maber， 我才不敢做 Maber 嘞。下一次直播，哦，下一次直播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啊？我
我自己忘记了。哎，我好像是礼拜五哎，是不是礼拜五？我是不是改了？我有点忘了，我看看，是不是改了？我看一下。哦，是礼拜五。对，我想说，我记得我改了。礼拜五的九点，嘿呀，礼拜五的九点。幸好我有确认一次，不然我到时候就礼拜四就开直播，笑死。Hello， 香港阿奇。对，今天头脑不好，最近头脑都不好。晚安 ，YH。不是，因为我最近的行程真的被弄得很混乱，就是。因为拍戏的那个 schedule 一直不能固定下来，然后我一直因为我的直播时间就只能先排，然后我的直播时间要随时跟着那个拍戏时间做换，就不能像我以前就是很规律的礼拜一跟礼拜四，礼拜一跟礼拜四，基本上只要没有事就是礼拜一跟礼拜四，但是我现在就没有办法。Hello Reku 啊，晚安。我现在就是要一直跟着那个行程走，对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对，拍戏是滚动性调整。我不会说很烦，只是只能说很复杂。没有就没办法，就是因为他们也要随时调整嘛，就配合配合，尽量配合咯。对，谢谢 Zizi 九九的红玫瑰，谢谢 Zizi 九九的红玫瑰。Hello 坚果。尽量配合。你对我的伪装。あげおめ、あげまして、おめでとう。谢谢伊登的红玫瑰，谢谢伊登红玫瑰。直接卡阿丽那一次，是因为阿丽她的拍摄地点在山上，就是她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回了，她就直接，她应该是直接就是住在那个拍戏那边了。不然你真的来回真的会累死。像剧组好像也很多工作人员，他们会直接租房子在拍戏的地方附近，因为交通真的是很麻烦哎。交通就是，你看啊，如果你十点收工，然后你回家可能还要一个小时多，等你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然后你明天可能又不知道几点要出发，就很麻烦。对，直接租。对 ，Hello 李真，我身旁我的专属天使。Hello Gilbert，Hello Han， 小迪圣诞 T 设计了吗？有啊，我看到他的圣诞 T 设计，他圣诞 T 设计怎么了吗？不如直接住那里比较方便。对啊，就是很轻松，可能他们都住那附近，搞不好就是收工之后20分钟，搞不好就到家了，20分钟到家。我自己的呢，我又还没到那个交稿时间。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我还在想好不好，我是的确要开始想了，那我还没到交稿时间。Hello 恩恩。Hello Alex Lee， 我的水，喝下水。该想想屁来意怎么弄？有啊，我已经在想屁来意要怎么用，要怎么完成你们的梦想。没有，我的还很久哎，我的还有很久的时间啊，我都没那么快。当压线的，我的没那么快。对，毕竟我是四月，我的还没那么快，大家不用担心 ，OK。Hello 文阳，谢谢文阳的枫叶。Hello 小梁，新年新希望。你说新年新希望就是 P 拉 T 吗？要不是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就是那个。没有不知道 Pila 的，不知道 Pila 的那个含义的人，看到 Pila T， 如果假设我设计了 Pila T， 我不知道他们会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会不会不想买啊，还是怎么样？想说这什么奇怪？
颜色也没有确定吗？颜色应该会想要出个蓝绿色吧？对，大家会不会？大家会不会看到是蓝绿色就不给我买了？你们应该能接受蓝绿色吧？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 T 恤厂商 T 恤的那个色卡，其实它有的蓝绿色其实是比较深一点嘛，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对，当然是来我的啊 JC99 它是比较比起我啊，比起土耳其蓝，它可能会再深一点点。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欸。对啊， Pila 是 Pila 山寨， Pila 山寨版。我想要你的那种，我是喜欢，我的确也比较其实我觉得这个它的色卡的那个蓝绿色我自己也没有不喜欢，就是它是比较深一点的蓝绿色。对，但是当然是说没办法，因为其实色卡就是蛮固定，它没有办法再量身定做那个你要什么颜色，除非你要可能要怎么说，你只能要自己开一版。对，蓝绿色的 Pila。欸，你们不要，你们又没办法，你们不要在那边好像已经想好 Pila 是怎样的，好不好？可能看到颜色才有感觉，就是比我现在衣服还要再深很多的蓝绿色。对，还要再深超级多的。对，类似应援色，类似应援色，但是再深一点啊。我知道，有点像我这个手机壳的颜色，可是是有点像手机壳的颜色，但是再蓝一点嘛。我待会看有没有色卡图给你们看。对 ，Hello 亚麻路，啊，可是色卡图要怎么找？啊，我去找相似色。晚安奇异果，有点像是这个颜色。对啊，就是我手机壳的颜色啊，就是有点像是这个颜色。对，像这样吗？我干嘛告诉你啊 ，Oco？我要看我心情啊，我这个是我的机密，好不好？你们不要在那边乱猜，我不会告诉你们。Hello Killer， 我妹的新帽 T 是不是那个蓝？比那个还要再蓝一点。对对对，比那个还要再蓝一点。对，就比较蓝色一点。对，不是天空蓝哦，是这到底是什么色？有点偏绿的，有点偏绿，有点绿，很难呢，我很难去比你这个色。对，比想象中的深一点，但是这是我在色卡上面找到，算是我最接近我的应援色的颜色，不然它其实就是天空蓝啊那些的。对，哦，它有给名字哎，它写说水压绿，你们可以去查查看水压绿，看看是什么颜色。水压绿，我来 Google 一下水。水压绿，水压绿，为什么水压是这个颜色？对啊，食物可能有色差。对，你们可以 Google 水压绿，就会看到很多。对，但我也没有看过实体哦，所以而且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人选过，有人选过这个颜色吗？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人选过这个颜色。对，水压绿。反正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深蛮多的，我觉得。对，梦之路衣服的颜色吗？不算耶，梦之路衣服的比较蓝一点。对，我个人觉得它偏比较深啦，比较深的颜色。然后它没有给色号耶，对，它没有给色号。而且他说荧幕颜色与实际颜色有落差是正常现象，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实体长什么样子，可能要等我
问问看，还是你们比较想要宝石蓝，还是石楠绿？可是石楠绿看起来就蛮绿色的，对。啊，还是蜜桃红。没有，水压绿这算是最接近我喜欢的颜色。对，你说蜜桃红吗？还是你说想看实体吗？实体这个还没有办法看到哦，我都还没设计出来耶，对不对？超过二十吗？什么意思是超过二十？什么意思啊？蜜桃红。有多少颜色可以选？哦，有多少颜色？然后呢？我看看。我没有数过哎，我看看。36种左右吧。谢谢柯里斯续费一个月，谢谢柯里斯续费一个月，36种，对，大概有36种颜色。Hello 浩毅 ，Hello 雷秋，水压力代表可靠跟积极，哎呦，很适合我哦，很适合我们哦，很适合我们哦，大胸膛们。谢谢 Jesse 九九的，看好你哦！你给我们看，我们现在一起选。不用啊，不用给你们一起选，其他都被我淘汰了。没有，其他色根本都不在我的设定里面啊。说实话是这样子，其他色都不是我的想要的颜色。现在唯一只有宝石蓝跟水压绿比较接近，但是宝石蓝跟水压绿比的话，其实水压绿比较接近我喜欢的颜色，对。其实你们现在就算看了这个色卡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实体长怎么样才是重点，是中的重点。你在我身边，真代表色有没有？水压绿代表色，你很期待水压绿票，哇，大家都喜欢水压绿。完了，接下来就看我的设计功力了。没有，其实我其实已经有在想了，然后其实我这次想要走一个简单风，也是就是简单一点的风格吧。对，但我应该会画画吧，画画，然后但是我画画肯定不是画得多好的那种画，我肯定是，对，宝石蓝有点太蓝，宝石蓝我刚刚有查了一次，宝石蓝是真的很蓝欸，就有点像我在行动电源，可是是更蓝的那一种，所以我就有点不能接受。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我还是喜欢有点绿。我这个人其实很奇怪，就我其实不喜欢正绿色，对，我不喜欢正绿色，但是我很喜欢蓝绿色，就是那种刚好 mix 在一起的颜色，我就会觉得很温和，对，很温柔，对。想起这一天，我想跟着你画画，但我不会画很多啦。青色，青色是什么颜色啊？青色，我查查看。每天想着你已变成习惯，想你在我身边，牵着你的手。哦，青色哦，青色有点太蓝了，就是有点太荧光了。我喜欢再暗一点，不要那么亮的。对，运动会那个其实算是天空蓝。对，我穿的那件其实算是天空蓝，但我本身其实不是最喜欢天空蓝，我喜欢 baby 蓝，就是如果你要蓝色的话，我喜欢的是 baby 蓝色，就是baby 蓝，宝贝蓝，好难跟你们，宝贝蓝是有一点会很像，有时候会很像白色的颜色，对。宝贝蓝，而且宝贝蓝出的衣服跟那个包包我都超级喜欢的。宝贝蓝就是，好难形容宝贝蓝哦。宝贝蓝就是一种宝宝蓝，就是一种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就是像小 baby 那样子。蓝色我比较喜欢宝宝蓝，对，你们自己去 Google 啊，宝宝蓝。还有宝宝蓝婚纱，看一下宝宝蓝婚纱啊，对，就是宝宝蓝就是有。会看起来有点像白色，对，有点像白蓝色，对对对，宝宝蓝就很温和。
好了，其实我对颜色也没有很要求，其实就这样子而已。不要说的好像我很要求一样，我穿的蓝喜欢啊，不然我干嘛买这件衣服，对不对？喜欢，而且你看这个，这边还有一个 Daisy， 有没有？很可爱的衣服，这边还有一个 Daisy， 手腕上有 Daisy。蛮浅的，对啊，宝宝蓝其实有时候在光的角度上看起来会很像灰色或是白色，所以我对宝宝蓝的喜好度也没有到那个这么的大，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起来很像白色跟灰色，对，是连在一起的衣服，没错，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衣服，连在一起的衣服哦。这件在哪里买？这件我在淘宝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念的一个韩国品牌 SPAO， 怎么念啊 ？SPAO 本来以前在台湾也有开那个分开店，后来他退出台湾了。然后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件就很想买，然后我就想要怎么买呢？要不就在韩国买，要不就在淘宝的店买。那我就在淘宝的店买，对。SPAO 我不会念的 SPAO 哎，这怎么念？有人可以教一下？我不会念。心不能痊愈，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对啊 ，Daisy 长这样子。Be awesome today。对啊。Enjoy life, enjoy your life. 你都念 support。Hello 威鲁安 ，Hello Marshall， Hello 故意吧 ，Hello 勇哥。去到另一个美丽城市，也等着我入境。不想要咬到珍珠。这件是男装吗？不是吧，我看模特是女生啊，模特是女生，嗯，我那时候在淘宝买好像是因为淘宝那时候有在办那个一一一还是什么的促销活动，还是一二一二忘记了，还是圣诞节啊，我已经忘记促销活动太多了，反正那时候有办那个促销活动，就有打折，所以我就在淘宝买了。对，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在哪边买价格比较划算。对，啊，我那时候是看就是淘宝的比较划算。心上孤寂，看伤心慢慢痊愈。而且它有白色跟蓝色，我那时候考虑超久，想说我到底要买白色还是蓝色，因为我觉得白色也很好看。后来我忘记我问谁，反正后来我就选择了蓝色。对，他说我没有圣诞节，哦，那就是一二一二吧，我也忘记是什么优惠了，一二一二的活动之类的。对，白色容易脏。对，还有就是白色，我白色衣服比较多，然后蓝绿色的衣服比较少。对，的旅行，你们真的喜欢这衣服哦。你们真的要买这衣服，哦，其实它蛮长的哦，它蛮长的，先跟你们讲它蛮长的，但是它的尾巴有那个松紧带，对，还可以。对啊，这颜色很好看，很温柔的颜色。对 ，Hello， 再次拜个晚年 ，Hello， 妹子。哎呦，不得一直在想，他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妹的帽 T 超多，对我帽 T 比较少，然后他买比较多帽 T。握手变成握衣服，它很长啊，它算是很长。你们要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男生应该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它还蛮大一件的。对，哎呦 ，Ricky 很快耶 ，Ricky，Hello 海风，海风晚安，可以哦，一起穿，一起穿。看伤心，
能不能痊愈？我喜欢穿羽绒衣吗？我喜欢，我没有不喜欢。对，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羽绒衣穿的话，就代表你就穿那一件外套就好。然后，但是羽绒衣有个很麻烦的点，就是羽绒衣如果脱下来就很大一件，就很烦。对，但我最近有买了一件那个宝宝蓝的羽绒衣 ，GU 的，超可爱的颜色。对。好，反正我买那个很看颜色，对对，谢谢海风，它看起来蛮厚的，但是它是这种铺棉的材质，所以它的确蛮温暖的，对，有看到吗？铺棉材质，好像我蛮适合去卖衣服的，4990，不是4990啦 ，GU 的没有那么贵，4990的买不下去。对，至于我那时候我是买1000多的，它不是真的羽绒衣，它是一半一半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它不是真的全羽绒，对，所以它比较便宜一点，嗯，对啊，要不要去卖衣服？是不是蛮适合卖衣服？介绍材质有没有？白的也很好看，哎，对啊，现在减价到3990，然后我妹就问我说。你觉得到底要不要买？然后就跟他说，可是好像有点不，已经没有到那么冷了。你确定你要买吗？就是因为3990还是很贵啊。虽然说它是真的羽绒衣啦，羽绒衣通常都很贵，我能理解。对，羽绒衣毕竟就是本身就会比较贵。你慢慢出走，我渐渐放手。为什么香港特价那么多？明年也可以穿，可是明年搞不好就不流行羽绒衣啦。就是外套也是有一阵一阵流行的、啊，虽然说像去年很流行那个羊羔毛外套，今年依然还是流行。对，今年也是大家会穿羊羔毛外套。对，但 Uniqlo 就很容易一个礼拜降一次价，所以就。要买 Uniqlo 的人建议买了之后就不要再回去逛不然你可能会心在淌血，但早买早享受，你要想说你买了你就穿了，你已经穿到了，对，早买早享受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吸到珍珠，我只想喝巧克力。晚安中营，放个2年就是好好保存啦，对，刚好降价。你怎么知道他下礼拜会不会再降价呢？我跟你说，降价是没有在停的，每天都每个礼拜都在感谢降价，对 GU 也是。可是说实话还是有一些热门的颜色，他是在他到降价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卖完，就像我那时候买那件蓝色的羽绒衣，我想要只是 S 号，然后我想要买 M 号，我找超多地方都没有，最后才在那个板桥的那个 GU 找到，真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颜色，然后那个颜色又是热门色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先买起来，不然可能会再也没有。对，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对啊，买完一次短时间不要再去逛真的，因为你再去逛你就会发现又降价了，然后你就想说我吊牌剪了吗？可恶，剪了，这样没有办法退了。对，那么往前走跑坠落，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不难过，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我好像经历很多次的感觉，我其实还好，我是很常就是
一直去逛，然后说，哎，这个上礼拜不是才降价，然后哎，这礼拜又更便宜了。对，因为其实我没有到那么常买 Uniqlo 的衣服，对我比较常买的是 GU， 而且其实我通常都会买那个已经特价到超级便宜的那种，就是190一件 T 恤。自此以后衣服掉牌都不剪，哎，我超容易，我超常忘记剪吊牌就穿出门了。我比较喜欢 GU， 对，因为 Uniqlo 对我来说比较成熟，有点太成熟了，然后又比较贵。但 GU 就是比较年轻，然后又比较便宜。对 ，Zara 其实对我来说是 Zara 对我来说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说 Zara 的衣服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件，因为它 Zara 其实比较欧美的，欧美的怎么说，欧美的身材吧。然后它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蛮大，有时候蛮大，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买童装都可以。对，但 Zara 有些衣服是真的蛮有设计感。对对对，那个什么，最近 Netflix 有个新的影集。第二季那个艾蜜莉在巴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她也穿很多 Zara 衣服啊，都超好看的。对， Zara 有童装，但我说实话，童装其实真的也我不一定遇到，要看运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遇到你喜欢的衣服啊，真的有些设计就真的是童装没有办法穿。对，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河流继续奔跑。对啊，太大件的部分，这就是身形比较矮的缺点，比较难找到适合的衣服。对，对啊，张老师真的，他的版型是真的蛮大，可是张老师蛮 fashion 的，对，张老师蛮有设计感。谢谢林果的行李箱，谢谢林果行李箱。H&M 的话就对我来说就是还不错 ，H&M。其实以前那个 Forever 21就也很好，可是 Forever 21就退出台湾了，不然以前也超常去逛那个 Forever 21，那个 H&M 也不错。对，当然我之前有一些好看的衣服，就是也会去 Zara 买，就是那种比较需要有设计感，然后看起来比较有质感的，我就会去 Zara 买。像是那个，上次去那个爱不爱丽丝的首映会的洋装，我也是去 Zara 买的。对，看场合啦，没错。对啊，谢谢 Steven 的红玫瑰，谢谢 Steven 红玫瑰。冬至直接逛一排过去省事，真的哎。但现在那个 Forever 没有啦，只有 H&M。但是东区真的，东区有 H&M、GU、Uniqlo， 还有什么 Zara。对啊，他很强哎，哎，可是他有一家我也很喜欢，叫做 Bershka， 在信义区才有，就很麻烦。他们可不可以开在同一个地方啊？真是 Bershka 在信义区有，对，信义区有，哎，其实信义区这些都有哎，信义区有 Bershka、H&M， 没有，但信义区的缺点就是他们实在隔得太远，那个。Zara 跟那些地方都隔要走很久的路，很麻烦。对，不然信义区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对，难找到好料。不会啊，我觉得 H&M 也不错啊。对 ，H&M 也不错。在 ATT 里面 ，Zara 吗？你是 Zara 吗？还是 Bershka？Bershka 在 ATT 里面。对，我其实蛮喜欢 Bershka， 可是 Bershka 也蛮贵的。晚安，朱里恩。对，我也蛮喜欢，我是蛮喜欢 Bershka 的设计。我觉得 Bershka 算是蛮，就是蛮对我的风格，我喜欢的风格。对，Hello QQ， Hello 朱谢成。季节转换。谢谢朱莉安的暖心巧克力，谢谢朱莉安的暖心巧克力。哎呦，谢谢朱莉安的浪漫星空，谢谢朱莉安的浪漫星空乘以二，谢谢朱莉安的浪漫星空。钟爱 H 牌没有，我最喜欢的是 GU。
谢谢朱莉安的温泉宝宝。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这些店都还蛮都算偏贵，就是我推荐的话，就是还是网拍吧，网拍会比较便宜一点。谢谢朱莉安的一封信，谢谢朱莉安的两封信，谢谢朱莉安的三封信。Hello， 吐司，晚安。GU 真的每一季不到就啊 ，GU 就是快时尚啊。谢谢 Jessie 姐姐的人气星星 ，Hello 国荣，快时尚就是穿一季就没就不穿了，对。很多其实都讲了，就是因为材质不够好，就穿一穿就会没办法再继续穿下去。对，网拍不能试穿哦，对啊，网拍不能试穿。有些东西就像网拍不能试穿，你就不要买一些容易出错，就是需要看 size 的衣服。对。对，几乎就是跟着季节买。Hello， 这怎么念？咪森，晚安。Hello， 阿边，晚安。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我会在家穿吗？旧的衣服我会在家穿吗？好像不会。旧的衣服我会重复穿，有时候我出去还是会穿重复的衣服。但我在家不会穿旧的衣服吧，我在家都穿舒服的衣服啊，对，穿舒服的那种。对，对于不常买衣服人来说，其实你也不用太认真研究这些，你就出圣诞T的时候，你就多买个几件，你就可以有衣服可以穿了。你就多买几件那个西雅的圣诞T。对 ，Hello 粉丝。装装的旅行，一个礼拜就轮一遍。对啊，你就多买几件圣诞T，你就可以加入你的那个轮子表里面，就又有其他选择可以穿了。对，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谢谢果冻九号的掌声鼓励。Hello 蓝武士。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逻辑，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能穿出门你就多买几件。能穿出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以帮我解惑一下，你们能穿出门的定义是什么？我来抓一下，我来拿捏一下那个范围，对。对，今年风格对背面是固定的，圣诞天可以穿着睡觉，可以啊，多买几件有什么不行？穿着睡觉，对，对，风格背面是统一的，就是写横的字吧，今年好像是写横的字，穿出去不会觉得羞耻或不自在，就不要有我的图片嘛，这样子，就不要有我的图片，就不会羞耻跟不自在。就不能穿出门，我去年就可以，我去年的很优秀哎、欸，你妹的那一件，我妹那件算是，我觉得完全是完成她自己的梦想，完全她就是为了完成她自己的梦想而设计的，对。那怎么样是那什么样的图案会让你觉得穿不出去 ？Hello， 齐薇，谢谢吐司妹妹手绘，所以手绘的你们穿不出去吗？手绘风的怎么样是最让你们觉得 OK 没有就是敢穿的？晚安海豚 ，Hello Neil， 小迪去年就是有图片的、啊，我有图片我能理解啊，有图片我非常能理解，对我真的平常穿什么真的很棒，洛克 ，Hello 博成 ，Hello Neil。我懂照片很难穿出去，因为女生其实比较容易，男生就真的人家会觉得为什么你要穿这个女生的照片。对，谢谢博成的直铺的守护灵，谢谢博成的直铺的守护灵。我今年的话一样不会有我的图片
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谢谢博成的人气星星，大家放心，今年一样不会有我的照片。嗯，对，我懂，我懂会被问，对。再不敢和敢穿，我去年我第一年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出一个放我照片的 T 恤，但是我真的知道放照片真的会很难穿出门这件事，对于男生来说，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个尽量帮你们降低，对，尽量帮你们降低那个，就是降低门槛，就是尽量让你们能够穿出去。Hello， 阿 Kira， 晚安。对，我真的尽量，但是同时也想完成一下自己的梦想。对 ，Hello， Derek， 喂，对，对啊，同时也是，但接下来就因为完成了那个，已经完成了那个梦想，就是要放自己照片的衣服嘛。要放自己衣服在照片，我有啊，有流行过，但我觉得对男生来说比较难。Hello Moon，Hello Ultraman， 对，因为我已经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接下来就没有这个梦想。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一直都希望走一个好的设计。对对对对。Hello 君念，还有一声，哎，可是最近其实也是很多人出，像 Yokoyama桑，他的那个 BAT 也是有人脸的，然后那个 Sakura 的也是有人脸的，然后之前那个小岛洋菜也有出过有人脸的 T 恤啊，其实很多人出过，哎，我跟你说，女生真的是都会想出一次，就是有自己照片的 T 恤，有没有？算是一个小梦想，对，其实很多人出国啊。谢谢 Oco， 好设计，好超好看。对，我现在就是力求那个，我想要做出一个好的设计，就是说得出一些设计理念的设计，然后尽量走简单一点的风格，因为有时候简单就反而就够了。Hello Jane， 我就出一次好了。对啊，我已经出过一次啦 ，Rex。我第一年就已经马上完成这个梦想了。对，我第一年就马上做了这件事情。对，谢谢 Uncle， 晒衣服就可以踩人脸，好像蛮可怕的哦。对，有记忆点，对，我想要有记忆点，对，我想要让你们有记忆点，也是有记忆点。对啊，然后讲得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都还在想啊，对，我还在努力，毕竟我其实没什么艺术天分，对，哎，但是你们有拿到年历吧？你们有看到我写字？我写字那个，我是希望你画画，我是想要画画。你们有看到年历的我写的字吗？我写的字那时候一直被大家称赞，说我写的字很 Q。你们应该有拿到年历了吧？大家应该都拿到年历了。我的还在公司，我还没去拿，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有去拿年历，还没办法跟大家翻给大家看。但是我的那个，我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的年历一直被大家夸说那个字很好看。对啊，大家说，哎，你的字很有特色，你字很好看。然后想说，哦，我终于找到我的专长了吗？我以后就不用画画，我就直接写字就好。对，太神奇了，抽到我拍的，老天保佑，哎，太神奇了，很棒啊！我希望大胸堂们都可以抽到我的。没有，我字很 Q 的，我字是，我觉得我的字算是有个人，蛮有我的特色。对，但是我真的是不会画画，我真的不会画，你们看我设计的年历就知道了，我真的是不会画画。恭喜 Jessie99， 而且很多小图案都是我问别人怎么画，然后别人教我画，然后我再学怎么画，然后再画上去。对，你买的没有中，没关系啦，这种东西就是缘分。对，所以你就多填几张握手券就好。对，什么我的春联怎么了？ Hello 阿明，晚安。温柔的吗？没事啊，益生菌，你就来看线上演唱会。Hello 大健 ，Hello 小浣熊，终于人生第一次抽到你了，恭喜 Jessie 九九。对，寄压线，寄转推。
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Hello， 小峰，好像可以开始唱歌了。哎呀，不，猫帮别人买，然后中了我的拍立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事？喂喂喂喂，嘿嘿嘿，喂喂喂。哦，你我没有忘记，长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哎，说实话，你们拿到翻过来，翻到六月的时候发，然后发现是我画的，有没有惊艳到？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十二个成员中，我想中你的。你看，2021年你一定会非常顺利。2021开春第一个抽，第一抽就很顺利。没事啊，福福猫，有时候就是造福，搞不好他因为拿到我的生写真，他就开始爱上我，觉得很诗雅。哎，你这个觉得很诗雅，这个是称赞吗？要好好说话，林果。这个是称赞吗？哦，2022，对不起对不起，2022开春一定很棒。哎，觉得很诗雅，我擅自的把它当成称赞哦，代表我有走出我自己的那个风格，对，就是那种古怪风，古灵精怪风，就是。走创意路线，好不好？嗯，应该是称赞哦，谢谢林果，是称赞，谢谢瑞。在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晚安，微雨。哦，对啊，年历照片也拍得很好看。Hello， 帅欢，其实有还是很多，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还有很多没被放进去。可惜，风格是蛮有创意的。谢谢 Rocco， 谢谢林阳。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Local style， 不是 Local style 好不好？是创意 style， 创意 style。你有拿到照片可以发吗？我有发过一些可以发的照片了。对，我已经有发过。哎，如果没有买。没有拿，还想要拿到我签名年历的人，可以去那个投票。哎，投票那个截止了没啊？三立新闻网有一点惊喜，是不是？惊喜的是照片，还是惊喜的是我的设计？不是农民历啦，这个是复古那个复古，这叫什么啊？复古日历吗？因为我记得。那个阿公家的好像都是一天一天翻，对，所以这应该算日历。现在作为一个的真情告白，什么期望值一直很低，这个摆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 OK， 好不好？紧紧的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对，阿公家的都是一天一天翻，我有印象。对，你为什么还不拿回家？因为我最近没有去公司啊，我最近都在忙，没有去公司。对。还没有机会拿回家，对，我接着要去拿回家了。对 ，Hello 甜甜，对，日历都很大一个，对对对，我有印象。阿公，我阿公家以前是确实有这些日历，对，他确实会翻这些日历，对。怎么分配设计年份？有些成员是设，应该只有面面是设计两个月吧？对，因为应该只有面面设计两个月，其他人都是一个月。这是怎么决定吗？他就是照排名，然后选，就是譬如说第一名先选他要几月，第二名选他要几月，第三名选他要几月，第四名选他要几月，对，就是依序，跟那个浪弄成真一样，榜三依序选择，对对对。
哦，对，我家月历在我的右手边，所以我每次看日期的时候，我都会往那边看，就是看一下几号是礼拜几这样子。对，我家有个日历。原来如此，你说哪一个是原来如此？原来有一个日历在我旁边吗？要唱什么歌呢？夜空中沉睡着是你的脸庞，却换不了你的灵魂。这一我们家也是日历吗？我们家这个是月历，但是它，我们家这个应该是月历。对，我们家这个是月历。对，对对对。难怪问你直播时间的时候，我眼对我眼神会向我那边瞟，因为我要看那个几号是几号。对，还有问活动的时候，我也都会往旁边瞟。哎呦，谢谢瑞，不会换，不可以换，不可以换，感谢感谢，谢谢帅欢的人气星星，就让2022年一直停在我的那一页吧。哎，我最近看电视看到那个。浪麦谷买了一个广告，超猛，就是，哎呦，一整年都六月，六月六月六月。你们最近看电视，林果家也发一本，帮他创一本，这样就对了，林果。那你有听到我那一页吗？林果，你有吗？公司白公司同事，哎，真的吗？益生菌获得其他人赞美，很开心开心。希望就是大家多多摆在桌子上。然后就可以多多的让别人看到，对对，维大力，你知道我昨天我哎这什么？为什么还在唱歌？喂喂，又连到蓝牙是不是？又连到蓝牙了，谁的那个在这里？打不开了，啊，打不开了，坏掉了，狙狙，OK 了，喂喂喂，你不是，喂喂喂，哦喂喂，喂啊，那个。我最近看电视看到那个维大力广告，就浪 life 那个，好猛哦！我那时候想说，哇塞，浪也太有创意了吧？怎么会找那个维大力、意大利的那个来代言？而且最好笑是什么 ？Hello 卫星一直，最好笑是最后还说看浪 life 送一箱维大力耶！你们要不要赶快？想不想喝维大力？想不想喝维大力？Hello， 小姨，浪 life 原来浪 life 也这么有创意，很棒，超强哎！我也没想到他可以直接就是找到原班人马，就是那个他们应该都是原本的演员吧，因为他们都看起来跟以前长得一样，睡啦 ！It's good to drink， 他是这样讲的吗 ？It's good to drink， 好久以前的广告，浪 life， 哎，但他们超级，我觉得他们很强哎。对，我觉得浪漫服就是因为我这样没有，就是我没有贬义啦，就是我想说我没有贬义哦，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直播的广告通常都是用那个直播主的一些直播画面去吸引别人嘛，就是大部分啦。那然后那个，然后那时候，然后浪漫服就是找这个，就是维大力的人，然后想说一开始大家应该想说什么，他们这个是什么东西的代言，就是一开始一定会先问号，哎，恭喜恭喜抽中我小易，恭喜抽中我，就是你懂吗，就是广告要强，就是广告手，我觉得一个成功广告要强，就是一定要先让你不知道他在广告什么，就是让你想要看下去，就是哎，这是什么的广告啊？这样子就让你停下来了，就是一个成功的广告。然后像他可以找到维大力，不是维大力，就是他们两个来代言。然后你就想说这是他，所以他们两个。然后像我一开始的反应是，
欸，维大利又开始播广告，维大利怎么又开始？维大利怎么开始又有广告了？我一开始以为又在广告维大利，结果后来没想到他广告是 Long Life， 有点鱼有龙烟呢。欸，我看一下有没有找得到 Long Life， 我看看。维大利，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反正我就觉得很聪明啦。吸引，对啊，这个，你们听声音。浪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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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live 直播了，浪 live 直播了，睡了 ，It's good watch， 你大乐快没了。哇，够焦看看哦！哟，看浪 life， 维大利，维修上火力哦！好笑哦！It's good to watch， 我那时候看到是笑爆。好，反正我就觉得很成功，佩服浪，好不好？很感鱼有容焉，鱼有容焉。所以啦，我觉得前面可以放原版，比较出其不意。他应该还想广告别的吧？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他后面那个鸡排店，什么浪鸡天涯，什么香鸡排，好像最近浪有推出一个新的网路剧的样子。对，好像是安心雅跟谁演的，我有点忘记了。我上次看一下，看一看忘记了，安心雅跟谁演的一个网路剧。对，我没有比较，我只是称赞这个浪的广告行销还不错，没有比较的意思。对，夏天的微笑无所谓，大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哦，对对对，让我在你身边，我之前有看到浪开屏有那个让我在你身边，是一个新的网络剧。谢谢廷瑞的日一。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我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会不会维大利他们下个月，搞不好他们会惊喜直播，有没有惊喜开直播一天？在我心中几分难以形容的责任，孤独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大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我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欸，像是浪漫成真有时候有那个，不是有观众可以，就是有会员粉丝可以来吗？你们就有来过浪的公司。其实我觉得浪的办公室算是我看过蛮漂亮的办公室，然后就是整个透出一种新型企业的感觉，因为通常只有新型企业会怎么说，会把办公室弄成这样。对对对 ，Hello 旅馆嗨嗨，对啊，就觉得哎，浪感觉是一个蛮不错的环境，浪的环境还蛮不错啊。实际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实际怎么样要去了工作了才知道。对，对，年轻员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观察过。哦，对，你们没看过办公室哈，你们只看过外面的区域。对，比好园漂亮吗？好园就是极简风，简单风格。好园娱乐是简单的风格。对，极简也不错啊，有时候就是简单化。啊，浪的话就比较华丽一点。对。
到丑，我觉得没有到丑，就是一个办公室的样子，对，就是一个基本办公室的样子。我不能说它丑，你知道吗？它没有到丑，真的没有到丑，就是一个办公室该有的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它的景致很棒，看得到101，对，这一点就无人能匹敌，对。谢谢亚麻露布的一封信，谢谢亚麻露布的行李箱，对对对。浪公司啊，对，浪公司真的很远哎，每次去我都想说这到底是哪里，就是很偏僻的地方，对。而且我永远都搞不清楚在哪，反正我都是到了下车，录完上车，对，好像在内湖吗？是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对那边超级不熟，你们有去过的人应该就知道啦。谢谢 Daisy 九九的看到你哦，谢谢 Daisy 九九看到你哦。我们公司不会，我们公司没有到塞吧，就是我们公司有好好的，就是分门别类，对不对？有啊，我去过虾皮的，虾皮的也是哦，就是那种新型公司的感觉。虾皮的公司也不错，对对对。啊，浪也不错啊，好言也不错，对，都不错，好不好？我觉得办公室怎么样，其实不太是重点，重点是里面的员工跟里面那个大家的向心力 ，OK。谢谢 Red 带你去流浪，喜欢音乐就跟好人娱乐长一模一样，喜欢音乐跟好人娱乐长差不多，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差不多，对对对，他们就是差不多，对。你看我。对。好，今天这个话题到这里完结 ，OK。我觉得不是呢。你先说分手好不好？新年快乐，台北太郎。我不想吃珍珠。谢谢前面的人气星星。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结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没有很容易上大考的柱子。那个好言也没有容易撞到头的柱子啊。好言也没有，好言也没有。你们说的应该是在电梯口的柱子，那个已经脱离好言的区域，那个是公共区域，对对对。那边是公共区域，不是好言的错。这个我还是要帮好言娱乐说话。拜拜廷瑞，上班加油。寄礼物速度真要改善一下。 OK OK， 我六号去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帮大家反映一下寄礼物速度可以提升一下。Hello 红影，容易撞到肩膀，那根柱子容易撞到肩膀，那根柱子容易撞到整全身吧。那个柱子是全身都会撞到，对，那根柱子就立在那里，对，不是我们管辖范围，不关我们公司的事情，那个是松烟文创的事情，对。永恒或迷惑，爱啊，一道伤口，我们各自苦痛，什么是我最后温柔，是因为我太爱你。那根柱子长怎么样？就长柱子的样子。Hello Spin Pen，Hello 脱离扁圆人 ，Hello Yumi Muka Beta Ben， 你多久没有回公司？我其实没有很久哎，我就几天啊，一二三，我就三天，四天。五天，越讲越爽，好像五天没去而已，就是对，五天没去而已啊。对，嗯。我知道相信就不容易，爱不是一加一。谢谢子俊的带我去流浪，谢谢子俊的带我去流浪。对啊，有推荐的看点吗？三周年演唱会。有推荐的看点吗？来就知道啦。
缺点就是，我觉得光是一群人很久没有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看点。虽然阳光剧场算是一个热身，就是全员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暖身，但我们中作子表演了两首歌曲，那三周年演唱会不一样，是我们的专场。然后我们当然会表演很多首歌曲，然后光是你要看三组很难有一起出现的时候，然后光是三组一起出现就是一个看点。对，最大看点是陈翔，谢谢各位大胸膛们。Hello 西恩 ，Hello 乌云 ，Hello 光云，没有，对啊，就是最大看点当然是你可以看到你一直想看到的那个人，或是那些人，对。阳光剧场就是一个暖身，对，一个暖身，对，还有外挂异想，欢迎大家来看异想挑战，异想天开的挑战，欢迎大家来看哦。谢谢吐司，其实有很多看点吧，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谢谢 Sam 的啾啾你啊，谢谢 Sam 的啾啾你啊，对我来说就是。全部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表演，就是会很感动，对我来说就很感动。对啊，因为平常真的很难跟其他人就是一起啊。对啊，爆雷啦，你说异想吗还是什么，线上票还没买还不快买 Hoin。 对啊，这种周年演唱会才有机会看到全员一起出现。对，异想天开的表演也不算雷吧，那个也没有要藏的意思了。Sunny， 你好 ，Sunny， 对，谢谢 Ray 的看好你哦，谢谢 Ray 的看好你哦。哪天有异响？哪天有异响啊？两天就都买不就好了吗？两天都买就好啦。Hello， 钟颖，谢谢钟颖的真情告白，谢谢吐司的掌声鼓励。Hello， 森达，那个。你不会想要两天都看吗？应该会想要两天都看吧。要不要做一个林一姐的灯牌？喂，你会不会到时候带来林一姐的灯牌，然后没带我的灯牌？你这样不行啊！你要做那个可以翻面的 ，OK？ 好，但是大家也可以好好帮那个异想天开尖叫一下。对，我不会告诉你们他们哪天会出现的 ，OK？ 但你们两天都要买起来。对。我财富自由，我没有财富自由啊！你哪一点看我财富自由 ？Ray 理想杯，还有懒懒的灯牌，你们会不会都带懒懒的灯牌？什么以轩的灯牌、曲艺的灯牌？实体券只剩星期日哦，真的、哦，实体券还剩星期日，还不快买起来？谁还没买？你为了懒懒买？喂，你们实体券还剩星期日哦？我一直以为都卖完了。哦，是那个8888卖完了，是不是8888？看完一起转推乐天，喂，整个五汤哦，不可以，大家还是要回归初心，回归本心，想想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 ，OK？ 你的瞳怎能看不见？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敢拿胸口在等 ，Ray 理想杯，你在我眼中真的很特别，可惜却不在我的梦里面。哦，应该是比较不好的位置，是不是？比较不好的位置，我懂。那就没办法，对啊。面对着，那不然你们可以先买第一天的线上，然后如果。看一看，然后想要冲来现场，你们再冲来现场。对。真心的，真心的，做不了假的。暗恋就好像越背越沉重的壳。哈 ，Ricky 的双面灯牌竟然没有我，蓝蓝和曲曲竟然没有雅雅，我看你做什么？我快点都在睡觉，我快点整个就是睡觉，工作睡觉。对 ，Hello Best 6100，吉米周，期待见到吉米周。发戒是矛盾的世界。
牙用推筋是不是？无法解释矛盾的世界。为什么最？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对啊，当天有拍戏，所以我有在工作，工作与休息，工作完就休息。我不是放成，我没有放成员鸽子啊！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晚上再看看要不要去。我从来都没有允诺他们说我一定会出现。我说我你们先去，我看看晚上怎么样，我再决定。对，只能看线上了，没关系，盛汉。对啊，又很塞车。对啊，而且其实就是你知道，累，就有点累。哎，要唱什么歌？塞车塞一年，对，塞车塞了一年，没有，他们误会了。我当初说的就是我晚上再看看，对，我晚上说哦，我再看看啊，我没有说我一定会到，对，他们可能误会了，美丽的误会，对，位置在很后面，你说你的三周年的位置在很后面吗？你买到很后面的，没关系，我们会努力的看到你们的。对，不就是不来意思吗？没有，我真的是晚上再看看，因为我那时候在想，我不知道会拍到几点，我那时候真的是在看看。对，我那时候是真的晚上再看看。对，我到底几点睡？我记得我好像几点了，我好像十二点多就去睡觉了。对，十二点多。妹妹不是也出去跨年？她没有出去跨年啊，她只是去买发热衣而已。她没有出去跨年。谢谢天胖男的浴衣，谢谢天胖男浴衣。她可能太冷了，被冷到了。倔强的以为我真的改变你，看你装无辜的眼神，我很窒息。难道你没有看见？看见我对你的好，还是你忘了那些数不清的爱情轨迹？我们啊，唱错，想再爱上只懂爱自己的人。我说你对，你们误会他了好吗？他拿上次烟火的线段，他根本没有去看烟火，好不好？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你说我傻，傻在爱上没有安静的分身。我说你傻，傻在爱他却固执的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这边好多人被他欺骗感情，那你们不要去看他今天上片的那个。你有买发热衣吗？我原本就有一件发热衣了。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我就是。因为我原本就有一件，然后我妹没有，所以我妹才跑去买发热衣。然后好像听说就是大缺货，就是太超多人买，就是因为他刚好在特价，好像特价几百块，特价一百块，好像变扣一百块，然后超多人买，然后好像 size 都剩很少，对，是有点小。他有写说是去年的，是不是？我会穿去啊！谢谢柏林的浴衣，我当然会穿去啊！那么冷，肯定要穿一下。爱自己的人，我说你傻，傻在爱他，你的眼睛骗不了人。我们都傻，傻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
可以拿出来穿。不会啊，他好像只买一件诶。对，他好像只买一件。他拍限动的，去年拍的。他好像有说是去年拍的，只是可能字很小。谢谢小恩的红玫瑰，谢谢小恩的红玫瑰。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还有奇迹出现。为爱做不少事，这边不太像，像是李姐出现在对列，应该是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李姐应该是不会出现，对，不会出现。对，我们在看电视跨年，对，李姐她应该。就是只会来表演，对。你说我傻，傻在爱他，就固执的奋不顾身。难道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还在期待会有奇迹。麻烦是要拍大力一点，好，拍大力一点 ，OK， 没问题。对啊，李姐也是坐在椅子上。李姐会穿蓬蓬裙吗？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就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哦，好期待哦，好想看哦。我也不知道。Hello， 我新一子。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参与他们的练习，毕竟那个练习一直跟拍戏撞在一起。对对对，还没有参与练习。谢谢樱桃猫的 Popcat， 谢谢樱桃猫的 Popcat。维大利，意大利 ，It's good to watch。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之后会参与吗？据现在的 schedule 来说，我们下一次见面应该是就是彩排现场，超可怕，没办法，因为时间一直撞，哎，真的是别说了，真的很想一起练习，可是就很没办法决定啊，就是因为。时间没办法掌控，对。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因为我也没有走过那个，我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练习，所以我没有走过那个位，我也不知道那个位要怎么走，就是我也是蛮担心，但是我应该是还好啦。我就自己看影片，自己搞定。对，自己看影片，自己搞定喽。对，没有虚假学姐救援桥段。Hello， 苹果猫，晚安。也许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对啊，没办法，希望我能够完美完成任务，好不好？究竟我能不能完美做到呢？请来看三周年演唱会就知道了。跟我们说一起挑战一下，我才不要嘞！谁要告诉你们？现在苹果猫续费一个月 ，Hello 酷美 ，Hello 酷丽丝，谁要告诉你们？那你们来说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啊？对，拍戏那个拍到什么时候？拍到二月多，对，二月多。晚安，酷丽丝。谢谢苹果猫。爱像是呼吸，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能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绿草地，真的是蛮久没唱绿草地，对。就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谢
谢谢 Frank 的掌声鼓励，谢谢 Frank 的掌声鼓励。雨能下不停，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屋内的湿气像桌子的记忆，绿草地就很满足。我要大家那么多人想听到绿草地，是不是？绿草地是真的蛮简单的。风绿，风绿，风路，风路，梦之路，梦之路也是，梦之路也是蛮久没唱的。对，我也分享一下，我才不要跟你们分享。没有啊，你们就赶快都买，就是你们就赶快买票，买好票，买好票啊！不能来现场的，买好线上票，就不用就。对啊，就好好欣赏别人就好。谢谢博浩的星座浪宝，你们就好好的，对啊，期待啊，抱着期待心情，好不好？我觉得最难是哪一首？不知道，我觉得每一首都很难。想套我话，我觉得每一首都蛮难的。对，阿罗建成。啊，我们要讨论演出，不是应该等演唱会结束，我们再来讨论演出吗？演唱会都还没开始，还有两个礼拜左右，有什么好讨论演出的？哈喽，建成晚安。绿草地，一定是毒蜘蛛。你们很想看我跳毒蜘蛛是不是？现场我也看不成。CC99啊，现场要上班是不是？哪一趴最不熟？现在每一趴都在如火如荼的训练当中。对，我微笑倾听你说，我却越听越心痛。没有啦，我觉得两场都要买，好不好？我给你们的 pass， 两场都要买。中固，我给你们的中固，两场都要买，好吗？好吗？就这样子。不是啊，这本来就是基本的吧。每一场表演都有不同的感觉，两场都要买起来啊。对，哦，眼睛好痒。毕竟每一场讲的话会不一样啊，你们不想听我们讲不一样的话吗？对不对？所以两场都要买起来。对，不是没我没跟在一起练习的是异想的，其他我尽量都有跟着一起练习。对。当天没事，哎呦，羚羊很棒哦，22号、23号、22号，哎，是几号？哎，看一下，2223，对，2223，我知道22是不是要补班呢、啊？因为我现在看到那个日历，它是黑的，啊，不是，它是蓝色的，它没有放假，22要补班，对。Hello， 人瑶，你让我憔悴很多。你让我不知所措，一想的怕我会上，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上，你们来了就知道啦。来了就知道了嘛，是怎么样跳？你们来了就知道了嘛，不，你们来看就知道啦。哈喽，景庸，吞没，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我？我想知道。真心是什么？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22号为了你请好假，偷偷说一点，不行，就是因为你为了我请好假，我更不能先剧透给你，好不好？我这样更不好，对。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总换不了你的心动。那会有惊喜吗？怎么样对你来说是惊喜？每个人对惊喜的范围不一样，你可以先告诉我怎么样对你来说是惊喜。谢谢建成的暖心巧克力。对，那我要考虑一下买不买。怎么可能不买？真的不要不买，因为真的很少机会可以
三组全员同时站在舞台上，对，真的是需要玩一下，好不好？二二要上班，至少二三要买了吧，对不对？惊喜就是看到啥？对啊，惊喜就是看到我啊！有发表厨，发表厨是什么意思？发表厨是想要有事情发表的，叫发表厨是不是？发表厨，哎，买了，赞赞！晚上5点半开始。哦，好像是晚上5点半，对，好像是晚上5点半。哦，喜欢营运公告之类的哦，像二周年就有发表事情啊，二周年有发表，我也不知道啊，毕竟我也不会知道发表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对，来了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哼 ，Hello 志。晚安 ，Hello 小老鼠。发表厨，原来有这种说法，发表厨。对，对啊，我是现场收到信封啊。发表厨，为什么是厨啊？为什么是厨师的厨？有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哦，日文哦，是日文翻过来的，中毒的中，日文发音。重出出出出，乱念有没有？出出 ，OK， 好，大概知道你意思了。逼我启动练习，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可爱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今天没有套，今天有啊。今天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跟你说，两天都要买啊，两天都要来看，好不好？两天都要来看，握手券赶快填。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22，你那天看不到，真的假的？那你来得及退票吗？换23之类的，换票，有没有机会换票 ？Hello， 大宝。逼我启动练习，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哎，不是，通常这种演唱会，如果有第一天跟第二天，你们是怎么决定要看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呢、啊？很难决定哎，要是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到底要看哪一天？学会自己融化。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Hello 坤坤。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都看，对呀、啊，是不是都看？你看，对呀、啊，是不是要都看？真的是要都看，对。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直接两天都去，对啊，但是通常都是最后一天会先完成。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就最后一天可能会，比如说我不知道哎、欸、都哪会先选最后一天啊？我懂，比如说第一天有些可能是巡回的那一种，他可能会比较长时间，他可能
会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最后一天会比较有 feel 之类的，对。喝掉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哦，大家一起结束，那第一天有没有一种大家一起开始的感觉？有吗？那你这样说，假设第一天有大家一起开始的感觉，最后一天有大家一起结束的感觉，那中间就最可怜，中间最可怜，中间就没有什么名目可以讲。对 ，Hello 小恩，幸好我们只开两天。对，哦对，演出流程比较熟。对，这个倒是算是对的，嗯。谢谢益生菌，希望你可以偷看几眼我，希望你可以成功。你是比较喜欢看第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体力很旺，体力很充足，完全不疲累的时候。就能看出绵密厚实感胜过一般泡泡，超越洗颜等级的五百。等下一个年龄。Hello Rex。Hello， 香港阿奇，你有没有买我们线上演唱会的门票 ？Hello， 乌鱼，竟然没有歌词。哎呦，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哎，对啊，那我想，我最近看，应该是说，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在讨论，虽然说不是我们的演唱会，他在讨论五月天的演唱会，但我就很好奇，就是大家看演唱会喜欢站着看还是坐着看？因为我觉得他们讲也蛮有，就是他们的论点其实真的是各有各的角度，对。我当然，我超爱看文章的，好不好？我是喜欢阅读的人 ，OK。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看新闻那些的。就是，比如说有一派就觉得一定要站着啊，因为站着才有感觉。那有一派就觉得他会累，他需要坐着。可是问题就来了，假设前面的人站着，你坐着你就看不到了。那你如果前面的人都站起来，你就一定要站起来。对，可是站着的人就觉得站着才有感觉，对。那我想说，其实蛮难的，就是有点难选。所以我觉得，假设这样应该怎么避免？可能就是主办单位应该，如果那一区要站，你就不要付椅子给他，因为这样子就只能站着啊。因为你付椅子给他，就变成有选择权了嘛。那如果你不付椅子给他，就摆明了这一区就是站着，你要买这一区你就站着。这样，然后有白椅子的地方就规定只能坐着，这样不就蛮好的吗？但是是不是就是可能他，因为譬如说，因为我看他们讨论，就是譬如说讲话的时候，他们会可能要坐下来休息，所以还是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难的，就是各有各的出发点。对，对啊 ，uncle 或是 MC 别人可以坐着休息。对，有椅子的就通常不能站，因为他们那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好像会附椅子，可是还是大家都会站起来。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觉得，演唱会如果坐着很容易不投入吧，我自己觉得比较容易没有，比较会分心，对，就是感觉站着会比较。可以融入情绪，但是我也会觉得好像有时候会累，好像有时候会累，要休息一下，有时候又想休息一下，就真的就是，譬如说 talking 的时候，好像真的可以坐一下，对，没有啊，有椅子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可是就变成说，有些人就算他有椅子，有些人可能有椅子，他就想要坐着，可是前面的人一旦站起来。他就必须要站起来，因为他看不到。对，谢谢人豪的浪漫星空，谢谢人豪的浪漫星空。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
就一定要赞。然后我之前看那个文章，他们下面讨论，他们就分享说，好像是他曾经有两次经验，一次他带着他朋友去听演唱会，然后他们是坐着看，然后都是看五月天的，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觉得那个他的朋友就觉得，也还好，就这样子。然后另一次他带他朋友去看，他们是一起站着看，然后他觉得哦。那个他朋友看完觉得哦好值得，很开心，很嗨什么的，所以那个人就说什么，就是站着才可以就是投入那个情绪，对对对，站在后面你看不到，你有点高，哇，那你很不适合站在前面，对，对啊，就是站就会跟着一起站呢、啊，对 ，Hello 玉，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解的议题，对，但对。但因为我好像都可以耶，我上次看演唱会是看谁的？我已经很久没看演唱会了，说实话，超级久，完全不记得是看谁的，完全没有印象耶，我看谁的？好久没看演唱会，我真的没有太久没去，可是后面的看台我觉得还是坐着哦，我觉得对后面的看台。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划摇滚区就是要站起来吧，对。哦，也是全站席，真的，可能也是要看场地吧，我也不知道。看球啊，对啊，看球赛要坐着还站着？我看很多转播，其实很多人看球赛都是站着，但是说实话。其实这是你自己选择吧，就像如果是我，假设是我，如果我想坐，我就会坐；我想站，我就会站。对，但我比较可怜啦，就是因为我站起来可能也还是会看不到，太矮了，有没有？我站起来可能前面人很高，我还是看不到。对，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你在说什么？就是我太矮啦。球赛也有分享哦，篮球赛坐着频率比站着高。是不是棒球赛比较容易站着？我不知道可是我看 NBA 有时候他们都会站着啊。对，哦，对对对，他们吐司就是文章就是分享说就是文章就是有分享说就是。就是可能大家会叫他坐下之类的，对，你站起来后面坐着也看到，对，当然还是要看，当然还是会看是谁，对，看什么内容，对。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站着是因为气氛紧张或嗨的时候，个人经验是坐着居多。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你站起来确定？我站起来确定不会被前面挡到吗？我站起来会啊！我看演唱会是很嗨的人吗？我不知道我主要看是什么内容吧。我上次我想起来，我上次看演唱会什么时候啊？我上次看 Coldplay 的演唱会，我是站着，我还蛮嗨的啊。Coldplay 谁不嗨啊？我是站着，想起来了，我站。看 Coldplay 演唱会坐着很奇怪对，我是站着。果然还是要看是什么类型。那大家看我们演唱会好像都是坐着，因为那个乌梅剧院是坐着。对，看到吗？其实说实话看不到，因为那个我们票，那票很贵嘛，没有买那么近，那就看其实是很远的地方，主要都看那个大荧幕。对，主要都是看大荧幕。坐着或站着都可以，就看大荧幕。我那时候好像，我们好像蛮提前就去排队，所以我们算在蛮前面的。对，
算是蛮前，我觉得我其实没有被挡住，对，我还蛮前面。谢谢佛城的人气星星，物美迟到可以站着看。哎，感觉你们物美都坐着看，那你们应该很习惯坐着看我们演唱会啦，对不对？割舍旧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阿楼夜兔，求命运带你去一段全新的旅程，往幸福的天。哦，对，可是我们去那个自身躁动跟那个大港也是站着，哎，所以你们也有站着看过我们表演，所以其实站着跟坐着都可以吧。对啊，其实站着跟坐着都可以。我觉得这题无解，就像那个文章一样，他们也没有找到解答。这题无解，音乐季也都站着，但站着就比较容易嗨啊。对，站着就是比较容易投入，对，比较有机会失控，失控就比较嗨啊。对，嗨一点好啊，嗨一点打call会有冲动强啊，真的。其实我觉得嗨一点好啦，真的嗨一点好。站着不会站满两小时，可是万一没有椅子，像那个音乐季你就没有椅子可以坐下来，所以你可能累了，你就是要走去后面坐下来，这样子是吗？各有千秋，真的真的各有千秋。果然这题很难解，就跟那个文章他们也没讨论出结果是一样意思。吵架了就会有结果，吵一架就会有结果，当然不要吵架好不好。希望大家看演唱会是开心的去看演唱会，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对啊，对齁，可以自己带板凳，我都忘记了。对，左边坐着右边站着，就所以我就说，我刚刚就说啊，我就说就直接设一区都是坐着，一区都是站着，就是给大家自己选啊，想站的人就会去站的那一区，想坐的人就会去坐的那一区。我之前是这样觉得，我在想说他们就不要付椅子给他们就好了，比如说那一区可以站起来就不要付椅子，他们就没有坐下来的可能性。对，好，这是我比较直观的想法。 Hello 幽默力，谢谢德德的枫叶，谢谢德德的枫叶。跟人家吵架的时候还有武器签字，可怕，是要什么武器？等一下要播什么歌啊？是不是52分了？是不是要念排名？播这个。全程站着两小时看演唱会，怎么样？你有什么心得？很多都是有摇滚区。对啊，其实现在好像是这样。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就是，这是不要播这个啊，这个好，这个好。就是给大家，就是你想站你就去站的那边，你想坐你就去坐的那边。对啊，需要念排名的时候就开始念排名。谢谢阿Ben的真情告白，谢谢阿Ben的真情告白。特殊场，我觉得少女心其实还蛮贴心的。谢谢益生菌的告白气球 ，Hello 流星马香，少女心其实是贴心的，真的。我们不是有少女心喜吗？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今天不到12点吗？对啊，现在日本时间已经12点，日本时间要11点，我们这边过的是日本时间。对，看完可能要休息好一点，可能要去脚底按摩一下，按摩脚。对。去放松一下，没有拍立得吗？我不知道看起来是没有，看起来是只有小卡。对，怎么服了我师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要念排名了。我今天反应很好，什么？我一直反应都很好，好不好？我什么时候反应不好了？Hello， 有牛排，什么牛排？对啊，有番茄牛排锅哎，我反应都一直都很好啊。谢谢果冻小花的爱心小蛋糕，谢谢果冻小花的爱心小蛋糕。哦，日本时间12点，对不对？我先念排名啊。十二月三十已经干掉了吗？12月30这么。我真的强调，那时候整个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的状态。谢谢中
你的真情告白。我那天真的秒睡，你知道吗？我洗完澡，而且我洗澡也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在洗澡，我都赶快醒醒，然后就一直眼睛很无神，然后就只想赶快就是躺到床上。对，神奇吧？哦，那天真的太游离，那天真的是不行了，要不行了。好笑，好，我要先念台语，对，我还能播完，而且我没有失言耶，好像也不错哦，代表我再累都不会失言 ，OK 的。好，我要先念台语。第一，阿叔是阿贝，第十九名是舒服猫，第十八名是瑞龙，第十七名是后影，第十六名是土司土司。第十四名是博晨，第十三名是吉米周，第十二名是洛克，第十一名是 Ricky， 第十名是林果，第九名是宗颖，第八名是亚麻路普，第七名是勇哥，第六名是果冻九号，第五名是益生菌，第四名是 Sam， 第三名是子君，谢谢子君，第二名是 Ray， 谢谢 Ray。第一名是朱莉安，谢谢朱莉安，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送上最后一首歌，什么歌呢？对，最近那个阿妹也要开演唱会，而且都秒杀超强的。嗯，谢谢默默的掌声鼓励，谢谢 Oco 啊，唱那个好了。诶，这是 MV 版的啊，他会讲话吗？可能会。等一下，我不要 MV 版。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哎，去人生，去人生 KTV 转音乐，我会唱很烂，会随便唱。晚安温柔，我想去干嘛？我不知道，我是好久没看演唱会了，但现在想去看也买不到票啦，太晚领悟这件事。辛苦了 ，YH，Hello， 齐薇，辛苦哦。对啊，黄牛，不要，真的不要跟黄牛买票。杜绝黄牛的最佳方法就是不要跟他买票。真的，辛苦了。你是不是前所未见？哎，不要把这种秘密说出来。Hello， 林阳，辛苦了。那个有时候错误才有遗憾，遗憾才是。有美好的地方，对，怎么，去人生是这么恐怖的，这种去法。你说我们要快乐，我想来见这些小九。哎，我们这里也有黄牛吗？我们这里没有黄牛吧？当时只爱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有些爱也想处理，却越来越清醒。可以买什么？金牛的票？哪里有金牛的票？哈喽克里，谢谢 Frank 的红玫瑰。黄牛在哪里？我这里只有金牛，也有那个红牛 Red Bull。哎，那叫红牛吗？哎 ，Red Bull 是什么牛啊？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你总会听到你。Red Bull 给你一个翅膀，红牛。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想了，心却狠狠。
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哎，不是，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会想说它是红牛吗？那是因为我想到就是它的包装是蓝色的，我想说，哎，它真的叫红牛吗？因为那它包装怎么是蓝色的？我是因为这样才会开始怀疑，好不好？不是因为我忘记那个 Red Bull 的英文，放到哪了？小五唱在哪？牛是红色，我没有特别看牛是什么颜色，我只有看到那个包装是蓝色的。对，我纯粹是因为这样。对，唱在哪了 ？Oh my god！ 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电力，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也像抽离，这夜的清醒摆在一同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就在我头心里。明天打算买什么？不知道啊，看我妹要喝什么，问一下她，一起参详一下。嗯，好的，谢谢大家。明天买 Red Bull 蓝牛，哪里有卖蓝牛 Red Bull？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明天有拍戏，明天有拍戏哦，明天有拍戏。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明天要拍戏了。我一杯可以喝到下班吗？可以啊，我一杯可以喝到下班。谢谢羚羊，谢谢吐司吐司，谢谢 Oco， 晚安，晚安默默，晚安古早古早味，长雄一下，我不会说长雄一下可以。吉威晚安，苹果猫晚安 ，Ricky 晚安，灿灿晚安，冠德晚安，伊人哥晚安，后天健瑞晚安，羚羊晚安，肉客晚安，幻影战士。晚安福福猫，晚安鬼哥，晚安月兔，晚安杰西九九，晚安内，晚安柠檬，晚安 YH， 晚安吐司吐司，晚安一头猫，晚安入 Ken，晚安益生菌，晚安冠德，晚安终于，晚安二口，晚安家辉，晚安新面积，晚安林果，晚安智，晚安 Colis， 晚安月兔，晚安杰西八八，晚安安，晚安阿顺，晚安 Jack， 晚安库洛洛，晚安微鱼，晚安阳光狗，晚安吉米哥，晚安瑞，晚安 Oco， 晚安一头猫，晚安谢谢土豆的真情告白。土豆真情告白，晚安阳光肉脯，晚安阳光狗，晚安吐司吐司，晚安微星一子，谢谢樱桃猫的幸运四叶草 ，OGO 晚安 ，Frank 晚安，林阳晚安，大家拜拜。怎么也是去人生的？真的吗？苹果猫，苹果猫晚安，希望有给你安心的感觉。谢谢 OGO 的红玫瑰，谢谢吐司吐司掌声鼓励，玉松晚安。瑞荣晚安，林阳晚安，阿边晚安，勇哥晚安 ，Oco 拜拜，欢迎战士拜拜，佳慧拜拜，顾昭威拜拜，金米总拜拜，大家拜拜，克里斯拜拜，谢谢阳光红玫瑰，对啊，大家记得去听我握手券哦，谢谢 Ricky 晚安，阿顺拜拜，苹果猫晚安，大家晚安，三号拜拜，安心雅，我是另一个安心雅，对，我哪有比开播时更有精神？有吗？还好吧。现在漂亮就买起来，买起来，买起来！谢谢晚安，谢谢飞镖晚安，综艺晚安，陈刚晚安，柠檬拜拜，波波，大家拜拜。IG 哦对 ，IG 最近都没有照片，最近都在拍戏啊，没有什么照片，你们知道吗？好，我再挖一下库存，好不好？猫狗拜拜，加蛋晚安，瑞生晚安，魏晚安，柠檬拜拜，大家拜拜。Goodbye， Oco 拜拜 ，Ricky 拜拜 ，Ray 拜拜，拜拜。哦，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没有拍戏，因为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实在是没什么好拍的。我跟你说，怎么拍都长一模一样，因为戏服都很像。对，好吧，大家拜拜，拜拜。